不用跑了啦，快！看到警察仍旧跑，直觉有鬼，立刻追。远景一路按喇叭鸣笛，没想到前方两名男子又是逆向，又是闯红灯，甚至在过弯时压车，还刮出火花。两名男子双载跑给警察追，前方骑士更只有17岁，一下蹲着骑，一下还想特技表演骑车换手。停车！停车！后座的乘客有换手的行为。这个时候，前方的驾驶人蹲坐在脚踏板上，由后座的乘客换手来驾驶。后座男子嫌他骑得太慢，干脆自己来。前座骑士窝在脚踏垫上，实在太危险。警方说两个人都有喝酒，担心被抓，一路上追了3-4公里路，不但酒驾，还闯红灯、双黄线回转、逆向，外加不服取缔，也将吃上42,000多元罚金。记者彭志明、林元彬、吴鹏新苗栗报道。